我平常接比较多的就是，那我平常有拍摄很多很多影片的案子，那我其实也有接平面摄影案子啦。那平面摄影我觉得还蛮……那我自己平常有接影片的案子之外，哇，其实也有在接平面摄影的案子。那平面摄影呢，这次我们直接跑到了花莲，而且是当天来回就冲下去花莲。然后在当天回来台北，还蛮酷的经验。反正如果大家有需要拍摄照片的话，当然也欢迎找我拍摄，拍摄影片、照片都可以啦。